拯救好兄弟煞神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的好兄弟煞神被巨人拐走了，而我想要拯救煞神需要拿到传说中的五彩神剑。想要拿到神剑，我们必须要穿过加子马戏团、危险的狗熊岭以及坤坤的游泳池，最后咱们才能获得五彩神剑拯救煞神。那么最后的最后，主播能够挑战成功吗？感觉主播能够做到的打个一，感觉主播做不到的发屏幕上这句话。是鬼。OK 啊，兄弟们，游戏开始之前呢，别忘记给大家会点个赞哈。可以看见了，这里的煞神和两个巨人关在一起，不过咱们现在呢也没办法救他，所以说咱们先看一下关卡吧。第一关，加子骑摩托。哎呦我去，这个摩托看起来不错呀。这个切切烫屁。哎呦我去，怎么上车就夹起来了呀？我勒个去，兄弟们，这个车不能骑呀、一骑上去咱们就变成加子了。可以看见了，这个地方呢有两条路，一条呢全部都是直线，还有一条全部都是弯弯曲曲的。小姐姐表情包比较多，走左边。也就是说你们发的小姐姐表情包比较多，咱们就走这条直线。假如说你们这个电影表情包发的比较多，咱们呢就走这条比较难的路线。OK 呀，兄弟们，又到做表情包的时候了，快发出来看一看吧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看一下你们什么表情包发的比较多。好吧，兄弟们，没办法，看来呢咱们需要走这个比较难的路线了哈。但是啊，这个车子好像骑不了，必须要这边的油才可以。这个地方的作者说啊，一个点赞拿一桶。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屏幕前的你们是我的真爱粉嘛，大家会拯救煞神需要你们的帮助啊，所以哈，咱们真爱粉帮忙点一点哈。那么最后呢，给这个车加个油。最后啊，咱们骑上加子小摩托。这个切切烫屁股。哎呦我去，我骑上去之后就变成加子了，兄弟们，好难受啊。我买了个小朋友哎呦我勒个去，这个关卡太难了，根本过不去呀。既然我们不能骑摩托，那么就让摩托来骑我。接下来呢，咱们直接一变故啊，直接跳过去。兄弟们太不容易了，终于摆脱这个夹子了，所以我这辈子再也不骑摩托车了，我呸，啥也不是。对了，咱们来互动一下，你们表情包的什么表情能够击败这个杰克小姐姐呢？快发出来看一看吧。第二关，穿过狗熊岭。哎呦我去，狗熊岭里面还真的有熊大，我去，也不知道这个熊大的攻击力怎么样，咱们来试一下吧。滚。哎呦我去，这压根就过不去呀。没办法，咱们看一下周围有没有过关道具吧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告示牌，一人一个666召唤妙妙工具。 OK 呀，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本期的妙妙工具是什么。那么接下来给我把666打起来。 Miska Moska 妙妙工具，每次遇到困难他们都会来帮我的。总部接通。滚。哎呦我去，这个乐迪来了之后啊，给我们送了四个工具，分别是一个隐身斗篷、一把免疫之剑、十个炒方块，还有一个神秘妙妙工具。你们感觉 ABCD 四个工具哪个能通过狗熊岭呢？什么，你们让我试一下隐身斗篷。穿上这个斗篷呢咱们就会隐身，所以穿上这个斗篷咱们能够通过狗熊岭。滚。我勒个去呀，虽然我现在正在模仿朵拉，但是你们也不能瞎选吧，我觉得不害我吗？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直接掏出免疫之剑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啊，不要了，杰哥，不要了。滚。 OK 呀，兄弟们，成功过关，咱们直接下一关。第三关，坤坤的游泳池。哎呦我勒个去，兄弟们，一池子的坤，我去。不过啊，就这个鸡哥的话他有伤害吗？话不多说，咱们来试一下。滚。我勒个去，你确定这是鸡吗？我去，这太强了吧。并且就算我们拿上免疫之剑啊，也会被这个鸡围攻，最后呢也是难逃嗝屁的命运。滚。好吧，兄弟们，没办法，你们说 ABCD 哪个工具能够过关呢？什么，你们让我选 B。 OK 呀，咱们来试一下这个十个炒方块能不能过关吧。OK 兄弟们，成功过关。 Nice 兄弟们，终于获得五彩神器了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们先把这一池子的坤给灭掉。那么接下来好兄弟煞神我来救你了。那么接下来兄弟们，请把公屏打在好兄弟上，咱们直接一个右击。滚。哎，这不就把煞神给救。哎，煞神，煞神怎么嗝屁了呀？不过看见煞神笑得这么开心，走得这么安详，我就放心了。